多才多艺的刘墉出版过80多种不同主题的著作，多数人都只注意到他绵里藏针的文笔，殊不知他的绘画功力也是顶尖的哦。不但传统画的底子深厚，他的现代抽象画更是大笔挥洒，让人为之惊艳。他作品总是能让观者深深的感动，有如身历其境。本集公视艺文大道，让我们一起畅游刘墉的文艺世界。